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大恩助传承善事，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老母有情，远离苦因苦果，获得究竟的佛果安乐。我们大家一起发殊胜的菩提心。那么发完心以后，我们今天一起来观修的是第74个修法啊，修自他平等的菩提心。前面受持了菩萨戒，在此基础上再要受持菩萨的学处。那么主要啊，就讲了愿菩提心的学处和行菩提心的学处。那么视为愿菩提心的学处成三个方面，一个是修自他平等的菩提心，第二修自他相换菩提心，三修自亲他众菩提心。这三者是前前为基础，后后利他的心越来越强的一个层次。那么首先知道发菩提心它有什么必要呢？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之前有些道友在发菩提心的时候有点害怕，其实发菩提心一方面可以对治自私自利的我执啊，那么因为无始以来自私自利的我执产生了轮回痛苦啊，那么轮回的根就是自私自利的我执，而利他的菩提心能够直接对治。再者，发起菩提心和法界相应，真正发起利他心的话，最后可以证悟无我空性，成就佛果。那么发菩提心的原理主要是从圣意的实相而言，本来没有我，但我们对五蕴身心特别的执着。入行论里面也讲，于此无我区串写成我所，如是于他身何不生我觉。意思就是，既然把本来无我的五蕴身心执着为我，以此把自他隔开，那么可以把我的范围扩大，我的家族，我的国家，我的地球，最后我的法界，所以这样就可以对其他的众生升起我所的感觉，如是自他众生都是平等的啊对待，就像帮助自己一样的帮助其他的众生。如啊《入菩萨行论》中云：“众人皆任许手足是生之，如是何不许众情友情众生分？”把其他众生都执为我的话，那么尽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大我，一切众生都是我的众生。那么帮助众生就像自己的手帮助脚一样，没有任何条件，平等的对待。而从世俗显现分而言，避苦求乐同负他如负己，避苦求乐是我与众生共同的需求，所以应该像帮助自己一样帮助其他的众生。那么自他平等菩提心的修法，我们可以结合潜心祷文、信心修习、潜行备忘录和入行论来观修。那么这里主要以潜心引导文修自他平等的两个原理来修潜行皈依和发菩提心，正行观想我们无始以来漂泊在此轮回大苦海的因，就是无有我而执着我，无有自己而执着自己，始终将自己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倍加真爱，不管在何时何地，唯一希求的就是自我的安乐，而不希望感受一分一毫的痛苦，甚至自己的身上扎了一个小小的刺耳，或者落了一颗火星，也会马上感到疼痛难忍，口中情不自禁地发出痛啊痛啊的叫声，而无法忍耐。即使背上有个狮子叮咬，也会喷然大怒，伸手抓着的他啊，捉住他，放在一个指甲上，另一个指甲紧跟着用力碾死他。其实我们一观察就知道，这些都是由强烈的我执带来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一般微小的痛苦都无法忍受，
却反过来损害其他众生，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痛苦。例如，小狮子只是吃了我们一口血，我们却把它的命都害了，这就是一种强烈的我执。实际上是没有我的，我们这种行为实在令人感到惭愧。从世俗显现方而言，三界的所有众生都同样希望自己获得一切安乐，而不希望遭受一丝一毫的痛苦，这一点与自己完全相同。但是虽然他们希求安乐，不愿意受苦，可是却不知道奋行安乐之因，实善业，反而一味地将精力放在痛苦之因，实不善业上，所想和所行完全是背道而驰。再继续观想，一向受苦受难的这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没有一个未曾做过自己的父母亲。我们以七念法来修持，首先念恩他们做我们的母亲的时候，从十月怀胎赐给我们的身体，到把我们生下来赐给我们的生命，然后呱呱落体落地，母亲用温暖的乳汁喂养我们，用身体给我们温暖，从小到大给我们财物，把我们抚养成人。母亲也是我们在世间的第一位老师，往往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母亲为我们造了很多恶业，很多老母有情就是为了儿女造恶业而堕入了三恶趣。在出世间方面，我们这个侠门的人生也是母亲给的，我们观修菩提心的所依还是母亲。对这样大恩大德的母亲，我们怎样去帮助她呢？跟母亲相比，我如今有幸得到具足法相的殊胜的善识摄受，已经迈进了正法之门，并且懂得了利害的差别，理所应当对被愚昧无知困惑着的一切老母有情与自己无有区别的慈爱救父，忍耐他们的邪行与偏执，也就是说应该修持亲愿平等。阿琼堪布引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修自他平等菩提心。一场大雪过后，我和某人走在路上，此时我穿着一双鞋，那人却光着脚，我就脱下一只鞋给他，于是我和他一只脚都没有鞋穿，同样感受寒冷之苦，而我和他的另一只脚都有鞋穿，同样避免了寒冷之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就是一种自他平等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换位思考，时时刻刻以平等的心态、平等的行为对待一切老母有情，接着以事无量心来修持自他平等。首先持无量心，无论是何时何地，我们希望自己拥有利乐的事，也要希望其他众生都同样拥有，为自己获得安乐付出怎样的精进努力为好不相干的众生也应该付出同等的代价。二，悲无量心，自己连细微的痛苦也要努力的舍弃，同样也要尽可能的解除他众的细微之苦。三，喜无量心，自己因享受幸福快乐、丰厚受用等而欢欣喜悦，对他众拥有幸福快乐受用，也同样要发自内心的欢喜，断除嫉妒心。四，舍无量心，对于三界一切众生必须与自己毫无差别的看待，视他们如自己一样，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尽心尽力的承办众生眼前与长久安乐的利益。再以公案来说明修自他平等的重要性。从前众巴斯拉坚格西祈求当巴三吉尊者，请您开示一句可概括所有法要的教言。尊者教诫道，
你自己希望怎样，其他众生也希望那样，就这样修推己及人吧。推己及人，是他平等，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遇到事情，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放在对方的角度来修平等心，务必要根除无始以来根深蒂固的珍爱自己、憎恨他众的恶性，平等地对待自己与他众，这就是最后达到证悟自他一切法都是平等心的果位的方便。平时在生活中，经常以猛烈的心来观修，一切众生都是愿意契入解脱道的，对一切众生都一视同仁，恒时行持善法，愿一切众生和我迅速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最后在诸法何者也不缘的空性当中安住片刻，以三轮体空啊做回向，后行回向上根。苏伦德耶他加泽巴尼图勒尼伯泽伦帕斯加杰卡拉杰瓦伦彻巴耶直比朱雷朱瓦朱瓦修